天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哎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来。抽支烟吧。谁派你来的？说，到底谁派你？我大概是认错人了。站住！你看看这个，我就是梅姨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姨丈说，有重要东西要转给梅姨。在哪儿呢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能随身带着呢？还是我给你送到府上去吧。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你从哪儿来？香港。香港？哼，从香港来的人没有不认识我的。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。哼，说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快说。别开这种玩笑，来人了。至少可以肯定的。